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我处理的不得当，所以才让公司面临这样被动的局面。我申请辞职，并且会向媒体宣布，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才造成两家公司的对垒。这怎么能算是你的错呢？那就是我的过失。所以老徐，你看在我这些年都一直尽心尽力的。 还有我的团队这么多人不能失去饭碗的情况下，这个责任你让我来担。行，那我就批了啊。美的你，我不会辞退像你这么好的员工，我还要用你。这辞呈我不能批。不用说了，小娜，我知道最近技术部和内容部做节目做得很辛苦，我已经放了他们三天假，你回去。 我们的合约签下来了，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做下去了。敢承认脆弱，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。哭过后就继续大声的唱。她很漂亮，她很漂亮，像那马太人，心够宽敞。 容纳所有不一样，她很漂亮，不同男士。